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伟哥。我们今天继续玩王者荣耀，现在是狼克隆战，这个扁鹊大战钟馗。本来我想用安琪拉，今天的任务是安琪拉指定英雄，玩安琪拉会有奖励中国结嘛？但是他没人选啊，对面居然选了钟馗。刚才我用这个扁鹊啊，打赢了那个谁，打赢了诸葛亮啊。我们先预约，先出血书啊！我们看一下他们是出什么啊？实在不行我就出魔法看啊，瓦看的啊。如果他们出那种法师装备，我们就出瓦看。我操！这样子对我，吓死我了！一下子三个冒出来。我冲的太前面了，一下子被他们抓上去了。哎呦，好危险！就差那么，哎呦，不要这样子好不好？温柔一点好不好？我操！你们太狠了！死亡是第二次生。我操！太不是人了，这群混蛋！这几个钟馗拉过去，吓死了。能不能不要这么吓人，对吧？他们直接就开始打团战了。他们打团战有优势啊，他们可以加被动技能。被他们打死一个，他们就全部一起加被动了。这家伙是漏完之一。哟，快跑！打死也跑出去。咦，他怎么被我打死的？中毒而亡，竟然算在我头上。这也是好运气好啊哈。钟馗的话，他也可以出那个什么战士装或者防御装是吧？就怕他们装得出防御装，我们就不好打。他们出的现在还看不出来他们会出什么，貌似他们会出肉肉的话，我们就不好打了。这边又一个，射死他！走路，呦呵，死了。要么打三个就死了，好坑啊！现在他们有大招了啊，有大招不能轻易被他们抓到啊，要不然很容易挂。吸呀吸呀吸呀，把我们吸干了。我这都能拉到啊，你丫的！快跑，不能再给拉到了。呦，好恐怖啊！一排钩子杀下来。草丛里面伸出个钩子，好危险！要是蓝不够啊，要不然削死他们。
去打个篮吧哈。就是他们家的篮，我们要躲在草丛里面，因为这是他们地盘是吧，咱们还是要这个啊，这个看一下，我们先看他是出砖嘛，他们呢啊出法师砖，那我就出防御了，先出魔女斗篷。我们看一下他的出装，他们都是出法杖嘛，啊、嗯嗯。我们一定要多多点防御啊，这样子能扛得住他们打。他们地方集合在中路，我们就逆行啊，我们单分散开来，然后专门找一路打。我走下路拆你们家，拆了你们老巢。我就不相信你们边路的塔都不要了啊！来了一个，来了一个。被吸到了，跟我单挑你不找死，还敢跟我玩单挑，你以为你血厚就了不起了，不要小瞧小瞧扁鹊的毒啊。你们还有没有人过来啊，完了，被拉到了，闪，两个就不打了，一个还有几率啊，干死，这都没拉到了，完了，哥不要这样子好不好，我靠，连吃三个大草，你说我人怎么办，哎呀，这太狠了，魔女的魂出来出鞋子啊，红路这几波要先把它解决掉，我可不想被他们再拉下去啊，哎呀，我操，这是什么时候来了一个，靠，你们不要这样子联系的我好不好，好贱啊，我操，你还被吸到没法子扔技能了，排队吸我，我操，很贱啊这技能，都残血，去收血吧，去收人头。魔女的魂出来，我看看你们能不能吸死我。你还不死啊？啊！你再嚣张，你再嚣张，嚣张！我还有魔女的魂，我才敢跟你们拼呢啊！魔女斗篷出完了是预约这个啊，振兴之铠，振兴之铠也是看我呀，以前都不知道啊，随便瞎出的防御装，不然默认推荐出装，有的时候打起来真不好用，还是要根据战场的实际效果来选择出装对吧，
因为他们，你让我看看他们现在基本都是出黄玉的。换季了，我应该先出鞋子，算了，出也无所谓。专拆他下路他。来看看地图的人，他们有没有人过来啊？他们就一个人跟我单挑，我是不怕他的啊。好，你来，有本事你过来。好，我不追你还不行，又来一个。我一个打两个嘞。主要我没蓝。蓝 buff 操纵生死，愚不可及。来，进来，要小心一下，他们会不会过来抢我蓝啊？这家伙不来打，后期应该是我们赢吧。队友看一下啊，我们来看他们还是不出黄啊，不出那个火看，不出火看的基本要死。哎呀呀，我还真希望被他拉过去啊，直接搞他都没问题。结果呀，在塔里面就不好了。我正行之凯出来了吧？正行之凯出了，先出魔看了啊。被我们压住了的，要不给不给他拉进去就安全啊。哎呦呦，这么多，请求集合。我一个人要吸引这么多个打不过啊，两个已经够勉强了。你这蛋疼我呢，还好我不是在天边的，他被他们吸死掉了。我靠，有没有人啊？怎么没人支援我？我操，你们太狠了吧。我被这么多人虐，没有人过来支援我。哎，他们还是出法看，还有那个物攻击的啊，因为他们被动技能就加那个加血的。我一个人扛揍，我扛了这么多啊。集合，进攻暗影主宰。不对，出错了。我出这个，先出这个吧。出个护火，再出冰封之心嘛。我专门做肉，想打死我，没那么容易啊！我想拆他下路塔，拆半天。四个，三个打四个。让他们吸不死我。
恨他都不敢打我。又给他吸进去了。靠，我都没抢到人头啊。可以光明正大的这个塔居然把那对面那边的小怪都招出来了，我打了吧，你还跟我抢，我操！我去！支援我一下！哎呀！我操！大哥，三个！我操！靠！我都打不到人。都是抢助攻，我都是成为炮灰啊。知道我这么能砍为啥？太坑了，我受伤那么伤害那么高，我都没拿到血，拿到人头，哎呀好坑啊，不给我人头认输了，终于拿到一个人头了，在他们认输之前抢了一个人头，溜不溜？444次的 MVP 啊，给点个赞，不错哈。